在他生命里，仿佛带点你意去。晚上好。怎么这首歌？凌云伴我，哎，怎么用这个呢？从重庆来成都，来成都去哪玩了呀？雪白的鸟人，滤镜调的好。欢迎来到白雪好奇的直播间。左边那两幅画，就是为了来挡住那个东西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了来挡住的，所以才会弄那两张照片。其实可以去掉，但去掉之后会有白边，就不好看。高中上学，然后高中男朋友就分手了。原来我还以为你名字叫放空的妈，我还以为你是一位妈妈呢。我也以为。那就祝你大学四年要过得开心啊，可以抽时间把驾照考了。驾照说不定他高暑假就考了呢。我现在都没有考驾照，不想考。我觉得过段时间我就送浩浩去学驾照，以后他就当我的小司机。今天画质很好吗？哎，好像是比其他时候要好一些。我不适合考驾照，我就觉得我真的，而且我感觉考驾照真的好难啊。你只是没试过而已。 我朋友到现在都没有考过那个驾照。今天晚上我们的手机摄像头心情比较好。今天这个是一个小时啊。每次都是，对，每次都是有人说浩浩胖了，有人说浩浩瘦了，所以你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取决于他们吧。我是胖是瘦取决于你们。你们说我瘦那我就瘦了，你们说我胖那我就胖了。谢谢大鲨鱼，画质好就 OK。谢谢忘川，谢谢老婆无迷。今晚的画质贼清楚吗？挺好。妈妈粉眼里永远都是瘦的。啊！多吃点，吃胖点，啷个回事嘛？都瘦的只剩骨头了，你看这个脸上肉都没得了。有种说法叫你妈妈觉得你很瘦。我们就用的是电脑，用的电脑直播的。手机投屏到电脑上面，然后用电脑再分发到平台上面。谢谢歪歪的热干面。歪歪吃过热干面吗？热干面我吃过，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吃。好久没听到喜哥的四川话了，好怀念。你这么喜欢听的吗，拜金羊？喜哥老了。小鱼，你忙你的去，你是不是在上班？喜哥每次就是有人说实话话就会跳出来，就会像刚才那个样子。你要正视你自己。会怪你的。早下班了，那你再去上一会儿呗。还在穿短袖啊？谢谢流失的悲伤的 Mojito。 其实成都最近天气有点莫名其妙的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。对，还好这两天不算太冷了，这几天出太阳。今天我都没有穿保暖内衣呢。之前我们去健身的时候，我穿着短裤过去，一路上那个寒风刺骨，我的天哪！
穿着短裤，那个时候路上都已经有人穿羽绒服了。就前段时间那个成都那个天气，那不是你自己要穿的吗？因为我懒得换啊，所以我懒得换，我就懒得过去，然后又要脱裤子，要脱衣服，又特别麻烦，就直接穿着短裤就走。你像我一样直接套在运动裤的外面啊，走到那里随便一脱，舒服。什么叫随便一脱？本来就可以随便一脱，你里面穿了的呀。正宗的热干面，说实话我都不知道热干面是啥。是啥呀？就是那种热的干面呗。不是啊，我吃过，但是我忘了是哪里的呀。很久很久以前吃过。哦，我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就有卖热干面的。我哪里的呀？不是正宗的。是哪里的美食啊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就知道，我就吃过燃面，然后吃过豌杂什么的那些干拌面。啊，专门叫热干面呢，好像还没有哎。武汉的呀？哦，好吧，那怪不得没吃过呢。武汉的热干面，那这种东西还是要去本地吃才会吃到那个正宗的，是吧？重庆的热干面好强。你叫你的泪，真硬的嘴。好吃的好好竟然忘记是什么，因为那个东西他记得味道就够了，对他来说记得味道。我为什么没有记住，没有为什么没有记住热干面是哪个地方的，因为我吃那个它根本都不好吃，所以我根本不会去记住它。我记住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，这才对，我觉得好吃的，所以我会记得一清二楚，就像你记得我一样吗？你能吃啥呀？你身上奇哥肉啊，咬的也不动。你为什么要咬动就太恐怖了，会吐。那天起，武汉以外的人吃不惯啊？我这热干面它是不是像那种干拌面那种类型的？他说不是重庆都有吗？是不是像干拌面那种？就是干拌，就是干拌面啊！干拌那肯定吃的吧？我就喜欢吃干拌面。武汉最近解封了没？早就解封了吧？应该是吧。你负责发货的，你都不知道吗？没有武汉的货吗？有吧？我没有看到有发完武汉的。啊？热干面吗？干？热的干拌面。成都炸酱面。炸酱面确实，我其实还蛮喜欢吃我奶奶做的，她是河南人，就做的那种北方的炸酱面，跟南方的就完全不一样，没有辣椒的，但还是很好吃。我奶奶调的那个料有肉末，有那个四季豆，然后还有什么用淀粉弄的那个水弄到一起煮在一起。奇哥开始科普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快点拿小本本记下来。我就印象中我奶奶做的还蛮不错的，我最喜欢吃的是我奶奶做的卤面，打卤面，你们吃过没有？打卤面，反正就是卤出来的。我学校门口有打卤面，一点都不好吃。蒸出来的？是蒸出来的吗？不是蒸出来的，就打卤面，然后就是卤水的给你煮的那种面，然后我奶奶做的放几片蒸出来的卤面，卤肉贼好吃。我觉得不好吃，里面那个，你又吃过我奶奶做的？你都说的不是蒸的了，我奶奶做的是蒸的。我大学学校门口就有卖打卤面的，不好吃，我不喜欢。我们那里有可以登山的地方吗？有啊，峨眉山、青城山都离成都很近的。我反正去登了一次峨眉山，我不想登青城山了，因为真的太累了。九九八十一道拐。我之前就。哎，大学高三还是大学的时候去那个云南那边旅游，跟我爸妈他们一起，然后去爬山，真的爬的我哇，第二天我的腿贼疼，那个山又高又陡，就一整天就一直就是踩台阶踩台阶，真的就是爬山就一直在踩台阶，一直往上爬，然后爬到顶的时候拍几张照，哦下山，
而且还是在夏天爬的那回，我弟反正就是每到一个站点，他每爬一节会有一个站点，然后站点那里可以吃东西，然后越往上爬就越贵。然后我弟每一个站点他都要吃一碗冰粉，真的很难的，就每一个站点吃一碗，每个站点吃一碗，真的又热又累。反正对夏天，哇，真的夏天爬山真的你才知道什么叫煎熬。真的，你说你在底下你买点水带上去吧，你爬的时候你又背重，对对对，真的是。但你不带吧，你越往上越贵，越往上越贵。我记得当时那个一瓶矿泉水是几块，5块是6块，一瓶矿泉水哦。就是再往上就更贵了，在外面就是在外面随便买一瓶那个，哎，叫什么，那个叫怡宝，就绿色瓶的那个怡宝，当时外面买都得1.5块的嘛，那个身上买那5块是6块啊，贵了几倍，但是你又不得不买。那我们俩什么时候去一次？我们不想去。我真的很不喜欢爬山。走平地，我们可以去平地玩，就不爬山了。要爬我们可能也，如果有那种是那种缆车坐上去，那没意思了。当时我去、那个、上山看景，我爬的那个山就有缆车坐上去，结果我妈他们说来爬山你坐什么缆车。不过那么贵也是理解，因为都是那些人就扛上去的，那些大爷大叔，他们就哇扛的特别多特别多，然后还要跟我们走一样多的楼梯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爬山的时候买个拐棍儿，我们在撑着走的那种啊。我记得那回我是在边上捡的那个树枝。你先爬过山吗？爬过啊。什么时候？我跟我妈然后我弟啊，然后去了峨眉山。哦哦，我说的，反正就在那以后我就没爬过了。那个时候是高中毕业的时候。反正如果以后我和齐哥会去爬山的话，那应该走到一半就是他背我上去了。如果真要爬，我估计我们会爬雪山吧。雪山，爬雪山。我是觉得比较有意思，就不是很高的那种，当然不会太高。爬珠穆朗玛峰吧，就爬。那个就算了。还知道 B 站有播吗？晚上好呀。浓眉啊，这眉毛算浓吗？今天我们播1个小时，因为播完我们还有事情，还有其他的场子。成都有什么山可以爬呀？青城山，青城山不是雪山也有，一个是峨眉山嘛，然后青城山嘛，然后那个雪山的话，好像有一个叫啥来着，忘了。因为四川这边挨着和西藏比较近，然后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西藏特色的一些山，那些地方其实。就有那些冰川啊，那些什么打鼓冰川。哎，我涂的不是口红，涂的是唇膏。我嘴巴开始到冬天就会变得贼贼干，很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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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嘴巴现在又是千疮百孔了，所以不得不涂。你们都看得到吧？哒哒哒哒。你去爬山的话真的是身上越轻松越好，真的。雪山应该是要难爬一些，我只是觉得要有兴趣点，就是我已经不想爬普通的山了，爬得很累，然后也看见识过了，所以如果真要爬的话，我的意思就是我会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，就有新鲜感一点的地方。新鲜感就是去爬别的不同的山。嗯，那还是山，所以说只要爬山，只要耗猪在旁边就行。哎呀，好疼啊！你不会到时候让我扛你吧？对啊，扛不动。肯定啊，扛不动你得扛。不行，我要看猪。总不能我扛你上去吧？我们可以自己上去啊，为什么非要扛？
你看我在家里面扛你都扛得那么辛苦，还扛上山。但是你太弱了，你想想你刚回来，他刚回来那个，你也想想你刚回来你多瘦。他刚回来成都的时候可有力气，那个一膀子都是肌肉。那时候比现在也轻了。现在看不到了。有，谁都没有，怎么看不到？你那天健身房你什么都没看到吗？没看到。那这是啥？这是肥肉，季节拦截了，吃瓜。嘴唇严重破皮，可能医生说是敏感。我嘴巴不会也敏感吧？我嘴巴真的一干就会裂口。多喝水，多涂唇膏。你的笑笑真是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，口还没愈合。谢谢蓝妈的连吃瓜。干过什么别烛火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轻轻的附和我们的选择。在哪个城市？成都啊。身份同色，是你让我杀死我，从此都只有你配合，还要精心来雕刻。我今天蓝妈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又没通知，所以蓝妈又生气了？我通知了的呀，蓝妈知道，蓝妈还亲自写了公告呢。哇，那个，也可能现在不是蓝妈，是山峰哥。哎，什么哥长这么大了呀？那不长大也可以操作呀。用麻麻的钱去投给主播，没听过吗？哇，山峰哥还会打字了呀。感觉这是神通。如果真的是蓝说是的，那如果真的是山峰哥的话，那你就多刷点，趁你妈不在。这样是不是不好？不用理他，感觉好成熟帅气的气质。他就是把头发撩了一下而已，你把他弄下来还是个小猪猪。那我就喜欢这样。浩猪就是喜欢被人认可为成熟。对，我真的。那我就喜欢你可爱的样子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不是和七哥买了一套那个睡衣吗？那个小熊维尼的情侣睡衣。然后有天晚上，我们穿着出去那个外面去买那个臭豆腐是吧？当时就我，就整个人的行头就是特别 low 的那种，知道吗？就也没洗头，头发也特别乱。跟这些没关系。戴个眼镜儿，跟这些没关系。当时我们就正在买臭豆腐，买炒饭，然后买臭豆腐，买炒饭，然后就站在那儿嘛。那个阿姨她老公。看了一眼说没，他说确实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美女你要吃嫂子吗？然后那个阿姨听到之后也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注意啊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也说一声美女吃嫂子吗？哇，真的。还有我们楼下小卖部的那个阿姨你也忘了？对对，那个我们去那儿买东西，他那个我们小卖部楼下小卖部那个阿姨说那里水挺好啃的，我说谢谢啊，然后他说你们也很神个娃娃，神个娃娃一击沉，我就懂了。当时他都没说话，但是我没反应过来。我走的时候，我就他走的时候，那个阿姨说真的挺好看的。我说，然后我就笑出声了嘛。然后听着声音，那个阿姨就一直盯着我，看着我。那么这个女的声音怎么粗犷？当时我还以为那个阿姨就那种就特别前卫嘛，就特别前卫那种。然后后面其实跟我说了之后，他意识到他把我认成女的了。你有生个娃儿一起存啊？真的就？难道他只是？你还不赶快努力给我生一个？看衣服不看人吗？他们都是。给我生一个。我真的当时我还以为那个阿姨是很前卫的一种。那他只是把我的性别给认错了，我是因为比较晚嘛，然后一般穿情侣睡衣在外面走的，
一高一矮的，一般都会想到男朋友和女朋友。但我那个样子怎么看也不像个女的吧？你当时戴着眼镜嘛，然后这种头发，其实也有女生留这种短发。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身旁空气，想念你缓缓眼睛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回忆高校的相遇，回忆悲伤的结局。我怀疑哈，是跟什么？跟天，跟那个，跟晚上有关，然后跟那个穿衣服有关，因为像白天的时候就从来就没有人认错。白天就没有人这样说过，肯定就是因为晚上，然后也是看到我们穿的是那个情侣睡衣嘛，就把我认，感觉就应该是一男一女嘛，是吧？你能别抖腿吗？好吗？想念你坏坏眼睛，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回忆。几个帅号号一般般吧。嗯嗯嗯嗯，知道了，哥知道了，不用一直刷。好猪，你长得好猪敏感，好猪敏感了。我不敏感，那就眼神不好，晚上肯定就是主，而最主要我觉得是我们那个情侣衣了。多更新视频了，最近少，好像少了人捧腹大笑的视频了。多更新视频 ，OK。哎，怎么全是许嵩的歌呀？哦，不对，怎么都是这种类型的歌呀？安静的晚上，我怎样一场闹？然后每个人的欣赏水平不一样嘛，无所谓。还在高声吟唱。空气突然安静。今天是播一个小时，哎呀，八点半开始的，九点半。嗯，九点半。哎呀，换一首。再看你一眼。怎么还要缓冲呢？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唱子，是的，抹了唇膏，我这个嘴巴再不抹的话就废了。我每天早上起床，我都不敢张嘴，一张嘴就会撕裂般的疼痛，那个嘴上就是一道血口。你现在看到吗？这嘴巴这里，好红啊！钢琴我会唱歌给你，裂开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肯定都一起播了，但是就是因为没法呀、啊。网络环境不一样。我那么开心，我愿意这个糯米借给你，你其实明白我心意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。心疼了，怀念奇哥的腹肌了呀！快了，快了，奇哥在努力。以后我打算让奇哥就以后就装光喝稀饭，吃鸡胸肉，什么都不能吃，还是水煮的那种。可以用橄榄油煎一下，没关系啊。我们当时在健身学校都没这么恐怖，你在健，哪有那么严？怎么吃，在家里就怎么吃。每天也吃那么多东西，学校里吃的可好了，还专门在网上买了两大袋那种猪肉脯。对啊，蛋白质干啊，我就不吃那种糖类的，只吃那种蛋白质类的。上次几个学号的动作都是削平吗？哎，那个你为什么要学我呀？哦，是只是为了做个对比吗？模仿对方，身份互换的。哦，那个是身份互换。
他只把这个动作给照搬了一下，他就学不出来一种精髓，知道吗？那肯定学不出来，学得出来那我就代替你了。体型不对，重量不对。齐哥，你知道齐哥在那个床上板的时候，我在旁边我多心惊胆颤，你知道吗？本来这个床它就是那种木头床，就本来就不够结实。这样闭嘴吧你。我们这也拍了一个，就那种就是修床的嘛，那个床本来就不结实嘛，就歪歪扭扭的。他在上面板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哦嘎吱嘎吱的，我真的特别怕那个床给垮了。垮了我们还得赔房东的床。那个床至于吗？所以我就特别害怕。我们还做加固了，好不好？但是还是不行。每次我们睡在上面，就是稍微动一下，那个床就咯吱咯吱的叫。所以这种木质结构的这种我们这种床，真的质量就很不 OK， 就很差那个质量，也不结实。以后我们的家里要买一张比较好的床。我们这个是房东的，我们现在是租房的，我们的房还没11月1号才开始装修，然后明年4月份之后才住得进去。他因为他那个工期是55天嘛，两个多月。明年四月等我们的新入住，虽然有点久，但是我们也很急。但是装修要该怎么装怎么装，慢慢来。被赶出家门的感觉如何？我太惨了，我还是光着脚的。我让你穿了鞋的，穿了鞋结果掉了一只。他把我扔出去的时候鞋掉了。我直接一只脚穿拖鞋，一只脚光着站在地上，还好当时外没人。但是真的把你丢出去的时候，你那个样子贼可爱。我懵了，就吧唧放在地上，然后还在那笑，然后就在那憨笑，就被甩了，然后门一啪嚓。我真的我万没有想到，就要我真的太喜欢你那一幕了，直接把门给关了，他居然，哎，我想他直接为了效果嘛，把我就扔在门口一下嘛就好了嘛，结果直接门给我关了，这样，要丢就要丢的彻底一点，那当时我就直接走了，你走吧，光一只脚还穿着睡衣。看惯你的回忆，感觉双手麻痹，无人自己依拉不住你，真的好美丽，那天的烟花雨。我太可怜了。回话的我真的没想到，我以为他就最多就是把我放在门口嘛，不会关门的，直接当着我们把门给关了。对，基本都是周五晚上8点半。房子快完成了吗？还没开始呢，11月1号才开始装修，1号开始。他那个工期的话，他上面写的是55天之内，就是如果那个就工作日哈，就是周一到周五不算周末，周一到周五的55个工作日。就预计应该是两个多月，就差不多二月份左右那个就开始装，差不多装完了。然后你厂一个月嘛，厂个一个多月，然后再买些家具那些，就差不多四月初就可以住进去了。啊，好久不见啊，等待。又帅了，会说话，人家没有说了，会说话就多说一点。他说完了，浩浩又帅，又帅又可爱吗？啊，又帅不起来了。期待，我们更期待，因为之前让设计师设计那个效果图嘛，我们都折腾了好久。望月才下班啊，是不是都累瘦了？多吃点。齐哥他就是那种马后炮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当时那个装修那个风格嘛，不是喜欢黑白风吗？黑白风嘛，但是拍板的要黑白风。因为当时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
那种什么，哎，叫什么风？那叫北欧吗？对对，北欧风。就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差不多就是北欧风。北欧风它整体风格就会比较暖一些。然后呢，就，但是奇哥觉得那个北欧风的话，就有点那种淘宝的风格了，就家具那些就显得有点廉价。然后就黑白灰风格的话，就会觉得就是高级一些。然后后面我们就决定用黑白风嘛。然后后面就跟设计师讨论，就改了好几次方案，然后最后啊，效果图出来之后拍板了之后，几个又不行了，他觉得哎，是不是北欧风又好一些，就暖色调又好一些，他又想改。因为当时那个设计师他都跟我们强调说，确定是这个风格吗？因为最后出那个就是效果图要高清图嘛，就不能后面就不能改了。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可以了，结果最后几个又想换了。他又觉得，哎，北欧风会不会好一些？我怕那种黑白灰的，虽然看着高级，但是如果我们拍视频的话，拍出来会不会显得整个视频都很凉凉的？我觉得你拍视频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拍的好而好而？难道是拍视频就是整个画面的色调吗？更多的原因是因为环境吗？我想着房间色调如果暖和一点，会不会舒服一点？真的是太纠结了，他都把我气惨了，真的。不过反正最后还是就定的黑白灰的，反正就看起来还是贼贼高级。对，很高级。我反正蛮喜欢的。但愿到时候就主要是把灯光弄好，对，灯光弄好，到时候应该拍出来不会太凉，就是那种气氛不会太冷。我反正就觉得那个整体还好，不冷。哎，好期待呀、啊。到时候肯定有 room tour 啊，我们终于客厅和房间要分开了，终于包子再也上不了我们的床了，以后包子就在客厅那边活动了，我们那个卧室包子就不能进。当时我们是把书房和那个客厅给设计到一起的，就连在一起，到时候我们直播啊什么的就会都在客厅，然后同时也是书房。本来当时想的是那个书房是在我们卧室那边，但是后面想到就是如果我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待在电脑面前嘛，就包子他不能进我们房间，以后就和包子互动就少了。为了包子，我们就专门把一个就连着客厅那个房子给打通了，就把那个把书房给做到那个，哎，就连着客厅，就那种开放式的那种书房。对。就专门为了包子把那个专门打了一个那个专门打通了一个房间，为了让包子在直播间出镜。对，包子他不在用。本来我们的房子是三室两厅的，现在为了包子变成了两室两厅了。他在睡觉，变成两室两厅。我们现在就是暂时就是都保持周更，因为我们还有事情要做。现在溶解了时间。卧室不大，我觉得一般吧，一般，嗯，但无所谓，因为大多数时间都会在客厅和书房。本来之前吃的那个房书房是在我们卧室的，那样的话那个空间就会很大，但是考虑到包子，我们就放弃那个方案了，就把另外一个房间给打了，那个墙就给打通了，就只有两个房间了现在。然后我们卧室相对的，我们卧室就变小了一些，嗯。谢谢兰姐的吃瓜。天天天天天的我，只剩在你的脸。你这个呢？这属于隐私吗？下只猫明年也会出现在新家了。是的，我们交了定金。不是，我都忘了，我们交了那个猫的那个定金的。我怀疑店主忘了，他也没通知我们，要等多久？总之我们要求比较高，我们又想要腿短的，又想要长得好看的，因为你们大家可以去科普一下曼基康猫，其实那个价格是蛮贵的，跟那个布偶其实差不了多少。就那种腿短的，要是如果品相也好的话，那个价格差不多就是八千到一万之间，一万以上都有的。猫猫的名字，猫猫的样子都没定呢，就暂时就不定名字。我反正包子
啊，对，耗子想叫他，但万一他倒是长得像油条怎么办？怎么可能？我到时候再叫他油条也不吃啊，非得是吃的吗？不就不能按他叫他什么什么安德丽娜琼斯什么的吗？哇，谢谢冰蝶提醒了我们啊，真的完全忘记了，完全忘记了这个记性啊。要不叫姑姑吧。哎，到时候不知道他们两个如果打架的话谁打得过呀，包子又怂，但是曼吉康那个腿又短，到时候就是包子推着曼吉康的头，然后曼吉康再伸手。我看到那个视频真的打都打不到那个腿，哎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那个短腿。所以你知道我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吗？不知道。太可爱了那个短腿，然后还打不到我。来，你试试，你能够找我吗？还没有买猫呢，我们只是交了那个猫的定金，只是定下来了，交了定金，但是还没买，因为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看到好看的。之前有上门去看过一只，但是和那个图片上看起来就没有图片上那么好看，现场看的话就不是很好看，我们就不是很喜欢，就没买。然后我们就交了定金，等那个店家他们就如果那边有新的好看的猫，就符合我们的那个预期的话，他会发给我们看的。我们还是比较偏向公的，因为母的它确实有时候，一个是要来要叫，还要来一些血啊什么的。有些时候，因为我之前养过母的狗狗，所以知道那种还是有点麻烦，所以偏向公的。不过到时候我们看吧，反正管它，只要好看就行了。好看就行了，对，真的，我们的要求就是好看就行了。看脸，看脸的世界啊。定金能退吗？这个定金是不能退的，一般都不能退。还没买呢，小姐，还没有呢，只是交了个定金，说等着他有合适的，然后告诉我们。反正我们目前也不着急嘛，也不着急，因为距离我们搬过去的还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。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吵架吧，包子脾气还是蛮好的。直播猫猫打架，他们应该不会吧？我们俩估计会，来打我吧。谢谢奶茶。你知道浩浩为什么不打我吗？因为他不敢伸手，怕你们看出来他够不着我的样子。不行，他其实是被我束缚着的。我想上厕所。那你去啊，等会儿去吧。你不是憋不得吗？直播吃东西啊。不行，我们最近在强身健体，在锻炼，就得控制一下。对，一到冬天就容易长胖，所以这个冬天我们要做点不一样的。喜哥他不喜欢过冬，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冬天穿上衣服之后整个人显得圆滚滚的，因为他本来胸就很宽嘛，胸腔这个地方很宽，他就不像我一样就很薄，他要是穿一件厚点衣服的话，那个侧面一看就贼宽。就你们有没有看我穿那个睡衣简直就像一头熊一样，行走的北极熊。但是我真的换一件那种什么无袖的那种夏天穿的就很显瘦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冬天，一直都不喜欢。我最不喜欢冬天是因为冬天身上要裹一大堆东西，就很累赘，我就觉得很那种很有压力身上，所以我喜欢夏天。晚上好，冲冲。让包子多出现在视频吧。包子在哪儿啊？他在睡觉。哦，在那睡得睡得正香呢。啊，我肚子有点疼。你要上很久的厕所吗？七哥吃东西能吃过浩浩吗？能，他那个比我好多了。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吃的饿得快，吃饱的也快的那种。就每次吃什么东西，我就吃不了多少我就饱了。看吧，我就说我一定能记住嘛，是不是？猪叫三次都会了吗？更何况是耗猪呢？好。
我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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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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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个是我下载到啊？你要找啥？那个是我下载的，在哪有吗？你要听那个版本，那得那只有在本地的文件夹里找。找。哦，这贼好听！哎，那个声音真的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，惊艳了！当时听到的时候，邪恶看着不像能吃的人啊，竟然能吃过你！什么鬼？我看着像很能吃的吗？哎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你看人不准呢、啊。我一看就是那种吃不了多少的嘛。哎，点错了，声音怎么这么大？找得到吗？应该找得到。今天口红色的话，自然色，涂一个唇膏就能出现这种颜色了。哎呦，肚子好疼啊！是晚上吃的东西太……你还上厕所吗？火重了。哦，来了！哇，这个声音真的……我为什么不是这种声音呢？挺喜欢小头菜的声音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小头菜的果汁分你一半？哎，这太美了，那个声音太惊艳了。我反正我真的很喜欢这种。浩子他们，我果汁分你一半，谁跟谁别细算，我果汁分你一半，偶尔我也会犯法，背脊不敢管，我果汁分你一半。我固执分你一半，月亮弯弯，眼面绵绵缠缠，我只分你一半，爱想不分。邮费便不便宜由不得我呀，那个是快递公司啊。爱想不分摊。哇，这肚子好疼啊，怎么回事？那你去上厕所吧，鸟上啊。那得帮我挡一下。你上厕所要我挡啥？不，你不想看到那么狼狈的样子。你不是在厕所里吗？为什么要我来挡是啥意思？啊？你不会要在猫砂盆里上吧？新学的韩语歌曲吗？没有没有，不会，我的那个都是初中时候听的歌。月亮弯弯，正面绵绵缠缠。让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，快快快！你上厕所挡啥？快点嘛！嗯？怎么打嘛？这样吗？对。不是露出来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浩浩想让我帮他挡住吗？他怕你们看到他腿短的样子。是开始尴尬了，我一个人两个话筒，手心好干的样子，这都看得出来吗？我觉得这正常的手心啊，这是。你没有觉得我每回直播的时候，我这个眼睛，你看这个红的，特别像画了什么那种桃花眼吗？那个视角，我不知道为啥是红的呢？但是我没有去动过。第一次看到奇哥自己坐在荧幕面前吗？一般我都不自己坐在这儿，因为我出来贼尬。熬夜熬的吗？会把眼睛熬红吗？
熬不是熬出黑眼圈吗？越熬越黑的那种。快快，你们快负责找话题，不要让我在这儿尴尬。我真的觉得我不适合直播，拍视频可以，但是直播我真的是就不知道干啥了。唱歌啊，结果唱歌又唱的不好听，哎，贼尴尬。直播间逐渐僵硬，逐渐冰封。浩浩，浩浩，在厕所呢，眼睛不知道往哪放。我在看电脑屏幕，我在找歌。他唱嗨了就停不住了，哈哈哈哈，等我。一般人想听我唱歌还听不到呢。瘦了不少吗？在青青草地，我们就是那种想瘦就瘦，想胖就胖的人。这个没歌词啊。浩卓，你要去多久？浩卓。你要待多久？哎呀，你别不知道啊！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。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任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现在成都多少度啊？我手机没在身边，我查不了，反正就还好吧。你看我穿的也就两件薄的。对，脸上凹陷就会憔悴，但我就是脸上不长肉的那种。我要这样你们就会看出很凹，其实我的脸脸上不长肉，但是如果我一吃东西身上长得贼快，所以。不过如果你们对比我现在的视频和我去年八九月份的视频，你们就会发现我还是胖了很多的，就很明显。你把两个视频的我的那个
截图放在一起，你们就能看出来。虽然我脸上总是凹的不长肉，但还是比原来胖很多。冬天会不会冷？你觉得冷是哪种冷呢？成都还好吧，毕竟成都也不是那么偏北方，又不会下雪，但也不是很难，肯定也没法跟海南那些比，还是得穿羽绒服。成都是那种，你们都听过一句话，南方的人冷了靠抖，呵呵，就没法，就跟比北方比起来的话可能要好点。我最喜欢成都的一点就是它四季皆宜，就四季天气都还好，都能接受，就不会冷的刺骨，或者是热的要死，都不会。所以这边天气还是很那个。腹肌我不胖是因为脸上不长肉，身上要长，所以现在我跟浩珠就天天在锻炼。等我再锻炼一段时间。你们也听到浩浩说了，这回我是真的咬定了决心要瘦下去了，也确实开始瘦了。浩珠在厕所呢，趁年假去玩吗？可以啊，来玩啊。萨瓦迪卡，维基，晚上好，维基。维基 ，I'm surprised you are at 西瓜 ，Why not 微博？腹肌啥时候给我？你们了解我的尿性，我要是练出来，我肯定第一时间给。像去年我就是差不多七八月份练出来了，立马就发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练出来了就得炫耀一下，不然的话对不起自己的辛苦努力，所以还没有练出来。是。现在就是反正就有形状，但是外面包裹着一层。不过你真的健身过后，你会发现你就算长肉了，也比你没健身时候长肉好看，因为它就算是长肉，它都还有形状在。所以鼓励大家去健身，真的不光是好看吧，最主要的是就是锻炼对身体健康确实是有帮助的。反正我就觉得我每回从健身房出来就感觉神清气爽，真的就神清气爽，就感觉生活充满了动力，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很舒服。锻炼的过程肯定很累，但是锻炼完以后你冲个热水澡啊什么的就贼舒服。最主要的是最终你能获得你想要的身材的，所以真的大家努力去坚持一下健身，试一试，还是很不错的。所以最主要的是为自己身体健康着想，老了少犯病多好。 Keyboy is in the toilet， 我不知道用 in 对不对，我忘了那个介词，如果用 in 的话会不会代表他在马桶里，应该不至于吧。哦，不对，不叫，不应该说是 toilet 是马桶的意思，我说错了。 People are pooping 是不是上厕所的意思？我记得这是一个比较俗的说法。
keep on in the bathroom. Yeah, I know in the bathroom. I just forget how to say it. 齐哥是干什么工作的？齐哥现在是学生啊，在学画画呢。因为我和浩珠其实最主要就是做自媒体，最主要做自媒体，然后经营淘宝网店，然后两个人，浩珠是本来就是一美术生，会画画，然后我也是在学画画，因为希望之后我们两个可以合伙推出一些小插画、小漫画什么的，这是我们的发展路线。完了，尬了，浩竹，你快出来！浩竹，你是不是躲在厕所玩手机？他每回上厕所，他就会刷手机。就是我发现每个人就是上厕所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我要是有那个想去了，我就会立马去，去了差不多一两分钟我就结束了。但是浩竹就是那种蹲半个小时的那种。真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，其实我最早就是在厕所待的时间也比较长，但是后来在高中的时候，有班上男同学叫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嘛，就上大的，然后这个好像谈论不太好，然后我那个同学他就是我还没蹲下去他就上完了，他说你们干嘛要上那么久，上完不就上完了吗？从那以后我就试了从那以后我的习惯真的就变了，我真的就是一两分钟我就起来了，我就不会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种，我还不想蹲很久，这个习惯是可以改变的，我觉得很多生活中的习惯都可以改变。然后我觉得我个人的话，我就属于是那种比较容易接受改变的那种人，就比如说有什么习惯要改变，就比如说我跟浩浩都画画嘛，然后画画的那个快捷键，其实很多画师他那个快捷键是固定的，然后就习惯用那个键，就比如说撤销用 Ctrl 加 Z， 但是如果我到了一个就在我们学校的电脑，然后它快捷键不一样设置的，我也懒得去调，然后它是 Ctrl 二的加 Z， 那我就会去熟悉新的快捷键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随时都能改变的那种，我的习惯就是，我就觉得人的习惯是可以自己靠自己的意志去改变的，所以我很多事情我都反正就是往好的方向变吧。就比如说我现在决定要去天天健身，那我们就是要天天去健身，然后我们也确实就做到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这回要开始了是吧？浩竹你快出来。灰灰肥，你是那个群里的那个灰狼吗？是群里那个灰灰吗？你是改了个名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就要继续啊，再等一段时间嘛，不要急嘛。健身是个过程，是要花时间的。群里的小灰鸡，小灰鸡是另外一个人，姑姑应该不是那个灰灰，是另外一个灰灰，是后来进群的灰灰。太让我失望了。对啊，你的徒弟怎么没来？你快去撕他，把他说一顿。浩竹，你出来啊！好安静。浩在厕所，没有，没有，刚开始是快结束，快要结束了，今天晚上。
号珠出来差不多就道别了，今天，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事情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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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这首最烦被催，没办法，谁让号珠遇上我了呢？我上的短，他也别想上久。但是他反正每回都不听我的，他也不会出来。好了吗？好了呀。哎呀，给你挡着嘛，真的是，人家都知道你有多高，何必嘛？不是这个原因好吗？那什么原因嘛？你穿的挺好的呀，你又没有什么上身下身不一致。没有啊，你这牛仔裤不是好好的吗？要求真高。你这一个人不是播的好好的吗？不好啊。好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安静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呢。坐下。Sit。我觉得你一个人播的挺好的。不行。我现在肚子有点难受，我觉得。那你坐一会儿嘛，休息一下嘛。坐着直播一下，边直播边休息。要喝热水吗？茶也行啊，我给你泡。不要。哦，我要喝茶。这不九点半了吗？那我去给你泡。晚上真的不能吃那么火辣的东西。我们今天中午去吃的那个火锅，牛肉火锅，然后点的菜可能有点太多了，我们最后就只能打包。真的，奇哥每次点菜就感觉就点的很多，还好我在那说啊，你先点着，点了到时候不够了就不够吃了再点，结果后面还是点了，我们两个人点了十几个菜，两个人十几个菜，最后就就吃了几个菜吧，吃了两三个菜，剩下的都吃不完了，又全部给打包了，然后晚上的话就吃那个东西就可能有点辣，然后肚子就难受了，晚上真的要吃清淡一点比较好。真的感觉这一顿前几天那个锻炼的那些东西又白费了。没有啊，我吃的很少啊。点的多，但是你分成几顿吃就少了呀。那是因为点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个量到底够够。我都跟你说好了好了，再点了再吃就好。我都不知道你点了这么多菜。哎呀，对吧，我们自己的房子过几天才装修，现在这个是租的。对，下个周才开始。反正我点多是我纯粹不知道那个量到底该怎么多，我就感觉好少啊，但每回端过来以后才发现啊，吃都吃不完。我们之前去吃的日料也是点的贼多，最后都没吃几口。我们每回都是打包回家，然后当下顿饭，反正从来没有一顿饭吃完过。你怎么不放音乐啊？因为我刚刚尬唱了一会儿，然后就没找到合适的音乐嘛。哦，来看看。你再给大家来首歌，我们就可以下了。什么歌？随便啊，哇，是这个音乐呢？要不就难忘今宵吧。难忘今宵，你是不是又开始了啊？晚会结束必点曲目，或者是像 KTV 里面结束的时候。KTV 结束什么时候点这首歌的呀？不是 KTV 结束的时候是那首歌。也没有啊，黄赌毒的那个歌，哦，那个歌怎么唱来着？我忘了，它是根据一首歌来改编的。是。唱给之前唱给七哥的他吗？哎，对哈、啊，好的。你头发咋弄的啊？我看死了。啊，刘海太长了，这样。不不不不，别弄，别扒了。
你这弄得更丑了，比你刚才好点。你又去弄它干啥嘛？本来好好的。来啦。哇，你们居然还记得这首歌呀？就是，我记得词吗？我。曾拂过我的发，不经意对我笑颜如花。我们演一下吧。他曾把我手紧抓，最后也没有放下。不是丢下吗？哦，改了，哦，没放下。看到了吗？改了，改了。我想配合歌词啊。责怪他三言两承诺，也都真挚啊。细数耳边零碎的情话，最后演变成童话。来成都没见到我们不怪你，因为我们宅。到最后成为属于我的他，这大概是一种缘分吧。在最美的年华，只为遇到他，哪怕会失去所有啊。谢谢。好听吗？好听啊。你怎会怪他三言两承诺，也都真挚啊。细数耳边零碎的情话，最后演变成童话。他的他到最后成为属于他的他，这大概是一种缘分吧。在最美的年华，只为遇到他，哪怕会失去所有啊。你曾是我的他，一直会是我的他，谢谢你带给我的幸福啊。你是我的青春一场最美的相遇，谢谢你来到我故事里。他到最后成为属于他的他，这大概是一种缘分吧。在最美的年华，只为遇到他，哪怕会失去所有啊。你曾是我的他，一直会是我的他，谢谢你带给我的幸福啊。你是我的青春一场最美的相遇，谢谢你来到我故事里。你是我的青春一场最美的相遇，谢谢你来到我故事里。啊，为什么刚才我唱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说好听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因为你没有拿出感情。好了，那我再来一首《难忘今宵》吧。难忘今，不要破坏氛围好吗？氛围。好啦，你们能喜欢就好。这首歌不只是我写给七哥的，也是写给你们的。希望你们以后也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人，满眼都是你的人。那我们满眼都是猪。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了。
啊，好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喽，下周不见不散，拜拜。